今天吃泡的吧。哇，加点猪皮进去，泡椒猪皮。让它盖一下，一会儿开吃。这种半生半生半熟，哇，好噎人。这种半生半熟的面也挺好吃的。有股面饼味儿。
太烫了，只能弄筷子嘛，刚出锅。馋死我了。脑残这个大鸡腿了，吃到了一个麻椒，巨大版，太解馋了。点的外卖到，很奇怪，他有的鸡腿，他是外卖的鸡腿啊，有的送就送一半，你看。一包里面有三个，他有的就是两个半。